下一位来请看。头发，我对不起你，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，可千万别离我而去。大哥，你那个你当时是怎么对不起自己头发了？漂的，这头发漂成那个颜色，漂个头发还给自己头发道歉啊、心疼啊！但是我觉得我最难堪的是那个网名，对这种 Mr. Baby 是，因为是这样，我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个外国人。那时候我娃娃脸，他就一直每次叫我 baby baby baby， 然后我就起了个叫 Mr. Baby。但你这个图也是当年头像级别的，不，而且这个墨镜放到今天也是不过时的，不仅是这个墨镜，这个头发跟松哥刚刚那个刘海一模一样，还是有点。你好，星期六精彩看不够。